女生一直被人夸赞漂亮，以下几位是悦来娱乐趣圈近年来公认的女神，你觉得哪一位最漂亮？她名字叫 Dongsu， 身高有173厘米，曾是2014年度的越南环球小姐，果然不错。这位美女是一位越南女演员，名叫 Lin Hakee， 2011年荣获越南旅游形象大使称号，端庄美丽的女子名字叫 Hai Lumi， 这位美女是越南的内衣女王，名字叫 Man Dog Train，这是一位刚从越南国立电影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不得不说很有气质。这位美女典型的锥子下巴、小嘴巴，有东方的古典美。这是来自越南的 Ki Bien， 是一位演员，代表作品是 Bob Stewart。 了解更多越南人文、民俗、美食资讯，记得关注越小品哦。越小品，一家以正宗的越南汤和粉为主的时尚简餐餐厅，配以越南当地著名小吃，保证还原真实的越南风味。其整体菜品浸透着越式风情，配以西餐的方式处理菜品，在保持地道越南风味时，为菜品增加时尚气息，让吃汤和粉不再是一件果腹的事儿，把吃越南汤和粉当作是一件够时尚、有腔调的事情。